久近日未想见你电影版演唱插曲，唱出主角黄宇轩和李子维双方的思念。对此，陈琳就表示，这整首歌曲想表达跟喜欢的人告白，或是与梦中情人相遇那种甜蜜的感觉。也因为近期陆续在拍戏，累积不少演戏的经验，而体悟到带入角色更能帮助歌曲创作。笑说自己是借着想象自己在剧里面谈恋爱，才会很快就写完歌曲。事实上，之前他也曾为《想见你》影集版创作了插曲。他表示，这两首歌曲接续的创作过程，就像是拨开一层乌云，终于见到相爱的人。陈琳就也对电影版相当期待。说到感觉像是陪着想见你走过一段旅程，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过程，也不要说是结局，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总是能有很完美的结局，但能在心中留下一点什么那就够了。